的这个是你们很期待的，这叫什么？麻辣火辣鸡肉辣炒铁板炒面。哎呀，棒嘞，我的观众！今天不只是要拍这个而已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在一个人的 YouTube channel 出现过很多次，我吃拉面的东西啊，我现在要他还给我这些影片。那我们来邀请他，他是谁呢？他还帮你剪接。哎，对啊，他就是要还我那么多，是不是？对，还要帮我剪，要帮我上字幕那些，对不对？啊，欠我够多了吧？对。我的嘉宾可以进来了，不用我太欢迎你的，快点，你就自己慢慢飘进来。哎，这啊，哇，我的神力女超人。什么书真的舒服，很舒服啦！这个，噔噔噔噔，哎，噔噔，总共有一二三五六六个口味的泡面，然后现在要干嘛？煮啊！哎，你煮，敢去？去没？为什么是我？是你啊！男生，那你现在变成谁？西亚最有，没有，还有很长的。马来西亚最有影响力的屁孩，哇塞，有默契呢！不要挡住了，哎呦！走，我们现在要去煮泡面了。感觉就很辣。你每一集都讲这种话，结果嘞，每一集最辣的就是你。我们先煮两包面，因为太多了，再各自的放酱料进去。会煮泡面就不用再拍了啦。不会煮泡面吗？上 Google。我们从右边开始，是麻辣两倍辣的、起司的、咖喱的、原味的，这个是汤版的辣炒鸡面。哎，坐过来。OK， 现在我跟书生先试吃比较新的口味，就是麻辣口味的。其他口味大家一起吃，因为大家好像没怎么吃过。我要起司。我要咖喱。我要起司。两倍要两倍辣。那你们讲话大声点。好。因为我发现没有多少钱啊，我这一个我还是卖不了。你哪一口？三，交杯。二，一。而且他只卖一点点是怎样？你根本没有吃。不好辣。吃。慢点。啥？这是最麻辣的吗？嗯。这是最麻辣还是最辣？这个味道很浓哎，是我这最。我觉得这碗汤喝下就会死人。他们讲这个是四倍辣，我想想。我觉得没有四倍辣那么辣哎，我觉得两倍辣更辣一点。吃完，就整个偏盘。对，吃完。你是兵长啊？你先吃完，你吃完。太夸张了，还在装，太装了。别搞笑，偏盘子，点干净。你觉得有很辣吗？辣，你吃过两倍辣的不是？我觉得赢了。我觉得没有哎，因为两倍辣是真的会辣，可是这个麻辣。交给你们俩。不懂要怎么讲，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的四倍辣，可是我觉得两倍辣更辣一点，让我试试看两倍。现在是吃什么辣？两倍辣。刚刚那个是？他们说四倍，我觉得。其实很多时候四倍是大家自己在那创造的。我也这样觉得。没有很辣。其实以我拍过这么多韩国辣面来讲，我觉得每一个都一样辣。你不是很爱吃辣，你吃看两倍辣，但麻辣应该给你吃一点。没有很辣，是不是还好哈？我真的找到朋友了。这是我的新朋友，吃辣的朋友。其实我只吃过两种口味而已，一个是原味，一个是两倍辣。下一个要吃起司。哇，你吃完了。不辣。我要下一个吃起司的。头晕，你
真的很吃。两倍是我觉得最大的。我觉得有热有刚。没有这个。我觉得那个面。很好吃哦。刚捞起来会更辣一点。很好吃。我出去。他不想让他好好剪接。是。很烦，你知道吗？很烦，狂讲，然后看他上，对，大家上谁的视频？对对对对。我出生，大家上谁的视频？出生我，给我。要吃起司，而且他不吃辣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表情。好了，吃掉。其实啊，我一个事情想讲很久了，就是以前我有在便利商店买过那个起司来吃，其实还是一样辣的，只是我不想讲出来，因为他们以为起司很好吃，他们以为有起司味道呢。来，不，起司，一口一口。是不是很重的起司？屁耶！明天我可能辣了。脱下眼了，对。不要靠近我，走开。吃完下去，不，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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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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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蛮期待吃咖喱的，我现在就吃咖喱。而且我发现咖喱的颜色会比较黑，对，很黑，很黑。它咖喱是那种特浓的日本咖喱。逼我挑战这么多包的韩国拉面，做原味起司很饿，可是我没吃过咖喱啊。有人想要知道你吃过什么？大家如果想看，大家没有想吃，不要，点下，不可以。七七要打广告，不吃看看。嘘，记得按下来看我的。不允许打广告，是不是很浓的日本咖喱味？欸、是不是？哎，就吃到很辣的韩国辣椒，这个真的很辣，它就是很浓的咖喱味，然后是日式咖喱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在过滤吗？啊！真的很幼稚哎，真的不辣是不是？它是我吃过第一个不辣的韩国辣椒。嗯，原味我不想吃，原味我吃腻了吧？这还好是不是？是什么味道？什么？吃过的咖喱味啊！写咖喱一个，哎、欸，这个有个味道哎，怎么办？我只可以翻白眼。屁啦！你要不要特写一下你的脸？不要啊，我不要看，不要笑。因为你男朋友跟你分手了吗？没有，幸福。哈哈哈哈哈！再也不要吃啊！不敢吃啊，就绝对不要吃啊。这个就是原味啊。出生越来越敷衍了。那我吃过啊，完全不辣。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一样东西吃了第二次就很难讲。这个的结尾是。我啊，这个是咸的，因为我不懂要讲什么形容词。这个已经是我的宵夜那种，平时的正餐来吃的。OK， 现在就是我们要吃汤类的。呀、yeah. ，汤类我是没听说过汤类。它已经要变干捞的啦。哇哦、wow ，辣吗？辣，好辣哦！是不是男的？哎、欸，凯瑟脸比我们还厉害。凯瑟的眼睛突然变很大。凯瑟，你过来，大家不认识你，快点。来来，大可以把人的眼睛。你这么辣吗？真的很辣。你已经走了。为什么？我这眼睛。啊，你可以走了，大家看到你可以走了。完了，对不起。我也喝完了。我们的把饮料喝完了。那应该还好吧。这个是六个口味里面最不辣的。啊？真的真的，你们试试看。我还放这韩国拉面，就是专给小孩子吃的。别看到我。是。快点！辣，这完全不辣。你刚刚有吃没？有啊，最后一口。你不要屁，给我吃。喂，不辣。比起司更夸张。真的吗？比起司要更夸张。更不辣。什么？真的不辣啦？吃啦。吃。辣。Go。没有什么营养的片就到这里，其实好像都没有那么辣。哎呀，我觉得姐没有很辣。苏珊，你怎么看一下？我就觉得韩国拉面可以再进步一点哦。慢点点，哎，不是，不会，fighting， 那
炒鸡面怎么讲？谁知道？泡面怎么讲？辣炒鸡面，我会。辣炒鸡面韩国叫西班拉面。嘿，烤点拉面快点呀！好啦，就在这边结尾了，拜拜，拜拜拜。喜欢这个影片可以继续看茶友。不用，不需要。真。你们煮要怎么样了啦？现在煮第二碗面，只有煮一碗泡面要很多人。那个眼睛小小的在干嘛？在煮面那里看。你吃辣吗？完全不吃。那你等一下一定要吃啊。加一点水嘞，两包。这个一定要硬掉嘞。其实我觉得等一下再下去过个水。你不要吵了，要煮面吵。哇，你聪明哎。说真的，再下去过个水，关你什么事？你有问题吗？走开。不要让我影片太难剪，我觉得我要上好多字幕，好烦哦。我可以不上字幕吗？全部都安静。那个水关小一点。就你安静的。对不起。有录到。煮面没吃四面呐、啊，妈的！全部都吃你口水哈。厨师才是这样。那我。哇，舌头很厉害呢。可以放吗？可以啦。舌头很厉害什么？吃冰淇淋。哇，很熟练哦！因为我很喜欢吃冰淇淋，小时候就是。你喜欢吃热的冰淇淋是不是？嘿，18岁以下内容不可以播呢，要剪掉。